早晨，早晨。呢度叫 SK 啊 ，SK Telecom。同时呢，在我们韩语中呢 ，Tum 这个发音呢，代表的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开始与萌芽。正因如此呢，它象征的是我们 SM 电讯所打造的未来超科技，给我们的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变化。那我们 Tum 体验馆呢，主要由一楼的现代馆以及二楼的未来馆两座组构成。上去吧，来来来。请两位同。好型，好型啊你！江南站。江南站。江南站。好。Samsung D Light。出现了。超开心。车祸喺度，好型，好型，好型。OK 真啊。他不需要一個一個咁數啊，佢用呢個第一個信號出嚟。人心雞鍋真係，一人一隻雞。哇，香噴噴喎！哇哇哇！好啊，謝謝你啊 ，Manda。謝謝謝謝，哇！边度 ？Hi， 跟你个背脊整啊，人体工学啊，咁叫做。他是必须要开通的水路。朝鲜历代国王都非常重视清溪川的治水工程。两年零三个月，清溪川复原项目并不是简单的恢复河流生命力的工程。系啦，斋大五区啊嘛，桃区咁又分呢个廿几个区嘅，我哋一个 ，OK？ 咁前先嘅时候嘅话咧，我哋系一心九二开始嘅 ，OK？ 一心九二所谓嘅个首都，我哋而家首都叫首尔咁大噶嘛 ，OK？ 系啦，咁嗰个首都，所谓嘅首都嘅话咧，就系咁大个嘅。日本咧叫麦芝，系啦，麦芝咁有呢、這个。雖然咧，一係冬天凍到嘅，但係其實咧喺元和咧應該有好多嘅生態咧，大家可以嘗試下揾下。面真的不要冰啊！你嗰天有冇雪落咧？夜沙，Thank you.
色燒肉真係冇得頂，冇得頂。點解會有七隻色咁多咧？我一隻黃色㗎。咖喱啊，黃色啊。哇，黃色啊！咩七色嘅大佬？好唔好食？好飲，好飲。好千人。做咩？做咩？阿强好中用嘅喎。食咗只蕉，食咗蕉辣到飞起。我哋咧今晚咧用咗一个咖啡咧，爱嚟做我哋即系研究呢个 Steam 嘅大本营。咁同学咧喺度研究紧。怎樣用這個 Light Sensor 來急吧，我還沒拿到。現在我們將 Lola 放在這個位置，外面有 Outdoor 的位置。當你去到一些冰天雪地、WiFi 又沒有的時候，那你就要用這個方法，用 Lola 去傳遞訊息。而 Lola 現在傳遞緊訊息咧，就用另外一隻 M5 收咗佢。發問啊，唔需要上。咁佢嗰個好似我哋警察咧，你一樣收緊嗰啲頻道。咁佢唔係用嗰個 pressure。嗰啲高架公路又好似呢個韓國咁樣照拆照單全收得唔得？可唔可以咧？好、